各位同学大家好，我是大勇。久违的钓鱼啦，你应该连续过来礼拜不看到我发钓鱼的影片哦。外人冇在要钓啥，在我咧露营。而且佫有一重点，就是露营袂讲久。今日啊，恁上来的小丫丫啦，破天荒见的想要招我钓鱼啊！伊最近介无闲，大家拢知影，伊咧创伊的料理包，有兴趣大家当去阿旁上者，好无？赶快，这个所在大家应该无陌生啦，之前都有看过啊。我即个的载具咧，嘛是赶快是泡面船，有小丫丫的泡面船，然后既然是泡面船，第一件代志要创啊，就是先把泡面船塞在水里底，哦，唔是水里底，塞在水边。好，你看一下，我阵在你家，我来个如意水边，搁差不多200公里。过来，好，真棒啊，真棒啊！哦，夭寿，手会夹死，丢诶！夹死，放我落去就好啊，别丢了。哎呦，真正长了哦。没啦。我靠！哎。哦，咱钓一个鱼啊，钓到袂输咧搬厝呢。来哦，行。这差不多爱杀个下晡哦。哦，你讲等下用行的呢？有这个方案，你阿爸较早讲的咧。来，好，安尼无计做好。哦，大家看到，这是新达港边的一个小渔港，永兴渔港。我现在人在这个小沙滩啊，蛮趣的这个小沙滩。今日这个风应该对啊啦，平一平。对我这种晕船仔是一种非常友善的环境。哎、欸，小黄，大哥，卖惊啦！哦，走起！要钓鱼啊你啊！我等下钓几条白蛇给你吃。准备出港啊！你在创啊？你在看你的船啊？正道哦。到啥啊？各位观众看一下我们的配置是安尼哈，民邦箱，啊，搁只靠我们在第三个冰箱，啊，搁只交通锥哦，米交通锥，这是迄个雨伞，等下今日落雨。来，准备给杀落水了哈！一个人无多呢，哦，无多。安尼，好，来，我听到你的呼喊了。哦，那孔卡翘，最近有较大颗哦，你要翘高链。等我姐，我要买 ready 的，好吧？那这个东西还是穿一下哈，这真超带个哈给你。万事俱备，准备好了没啊，船长啊？好啊。要带我来对偷偷啊？我靠！遐偷好来，偷嘞，准备，呀，出航。哇，各位到了，历时差不多3分钟验稿啊，这是一段漫长的旅程。好，你看一下现场，这个白带的现况就是生做这个样子。啊，各位，我今天是要钓白带嘛，我今天用的鱼就是秋刀鱼片。来，咱来看一下秋刀鱼片，好不好？哦，你可以再蛋我呢，哦，那叫好。这啥？要看一下恶心。哎、哦、呦，安怎？搁会捞汤哦？这精华液呢？简称精华，没错，简称精华。哦，那至少升级啊，升级版本够咖料的哦。冰姐，娘嘞！我被停船难骂，我好被骗好不好？被刷船啊你？哈，先刷一下船啊哈，要不就被弄瘪了嘛。各位，我跟你讲，茫茫大海，要对到，唔知道，鱼啊就对，唔知道，哦，你创啊？对，上侪人钓对就对啊，人负责吹鱼啊，然后咱钓，我唔敢讲上大声，要不等下来当作我是一个白人。啊，各位简单讲一下我的装备，我今天用的是 Shimano Saba Master 卷线器，是 FBU 的纪米式卷线器哈，今天我盖一下过来，不赘述。传奇爆裂一号线，先导线8号。我只搞的天涯呢，新装备，我搞我的天涯，能不能钓一下好不？这次比较特殊，你来看，我搁加加一块这哦，传说中的尾片，伊作用是保护伞吧？哦哟，阴机机呢，都伫冰箱摕出来看哦。那各位你来看，另外就是个可爱的伞把它搞起，哦，一锅这侪混就是要挤你。哦哟，钓鱼话不大只
声细声的吼，就嗨哦。钓鱼啊，就只有这个气氛哦，可以嘛？肉放伫个尾片顶管有无？然后甲甜。肥大是有效往上攻击的，所以伊要夹着肉进前，伊就先甲冻掉呀，保护啊啦。准备抛出，慢慢抛，落下第一杆。对哦，那厉害嘞！我等下被抛出第一杆，你就中了。坚持得点。你有无？无网咬片盖住安尼。大海弥漫着萨马的味。我可能胸部无出来摇啊，那摇两个就会死亡啊嘞！萨马的味佮加起落，哦，夭寿的，比上加起。萨马味。夹开，来再找到个绑落。夹开，再找到个绑落。重复一百次就中鱼。来个夹着，你无感觉吗？足夹的啊，佮到我就要做老鱼。哎呦嘞，哎对啊嘞，见一见，有就好啊，哪卖嫌啊，我正在咧讲古的呢。哦，嘎，无啦，错觉，靠背，而且靠有攻读生在投入。怪快啊！钓鱼啊，搁按嘛，恁这个拍片的，我看济啊啦，我感觉今日食这个食。哇，过来啊！要不要牙签嘞？要不要牙开？你佫继续讲嘞，我规头嘛就要夹开啊！无电，水，无电就是准备要钓鱼啊！录音模组。再拿秤，还是录得大滴啊！大灯呢？落下架呢？灯呢？干你哪嘞？我不用，我要我们贝壳山呀！你用歪啊？干你老师哎、欸，你这 BP 的人，你别笑！我不爱你讲这里对。杜天尊那船员都过去钓鱼，一气呵成，这感觉偌好，你知无？一气呵成啊！又真一气呵成的对啊！来来来，整装完毕，累得不死啊！笑啥？还是伊就要花死啊？哎、欸，他多少钱？啦啦啦啦啦！我知啦，一气呵成。听你，一定要安尼对啊！咱头在遐钓，你三无三变。不是，咱头在遐搭遐浪小济，我更唔敢叫上声音的。哦，来啊！搁借你啊！搁借你啊！哭一下尔，无伊啊！你看，无，办不好个安尼。我阿叔起来，我剩一只尔呢。你用五十个，五十个做五只。我两个个真能吃鱼，两个喷偌济钱？应该无吧，两百块。无，你袂当干算伊表面的价值，你阁爱看我开的时间，啊，阁迄只鱼仔的价值，啊，阁只有诶无诶肉鱼吼，差不多了两万。两万要食大地，我爱食水。有为啥你讲你细地啊？你有大方向之后，你要食肉食吗？我要食肉食。我比较胖。哎，对。我足羡慕你诶，至少你无损失啦。我到钓鱼，我都惊损失。就是讲。哎呦！钓上小啦，等你啊，正你啊，正正正，别多加油，别多加油。你怎样比起？五十啊，五十稳的啦，稳正的啦。来第三问，我都不相信。哦，加，钓啊加，哎、欸、哎。对啊，这只有板有板，吓死人嘞！别讲嘞，多夹着辅助钩啊，扎扎实实的系在，上吧，完整无缺掉。哦哟！我哪怕袂住，袂得来安尼。哎呦，你袂用辅助钩？哦对啊，定杆、水杆。哦，刚是只人上侪，你唔敢去迄个对无？哎呀，干你！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！哦，水啊！哎呀，
好酷啊，龙啊！哇，你这是不要屌死你！我惊伊来，你看这安掉，我无这么多事嘞，我哪会老弟哦？你死这个电价存两仔，哇！你家己话二算，贵人拢袂行啊！哦，嘎嘎，嘟嘟，无掉，掉你，嘿嘎，默默的钓鱼，拢无讲话呢。啊 ，lucky， 我看伊撞你。啊，你这就是无辅助钩，钓鱼。注意怪爽，注意怪爽。你好，我搁拉一只鱼啊去啊。老鱼。应该系老鱼吧。哦，嘎，在你啊，在你啊，但各位真正唔当天气，这真正真假会惊，三只而已。换你啊吼！我差不多讲错。三十号，我今摆打换三十号呢，我打要甲呛声个，哎呦，有在就过来整啊，啊，叫你去又整呢。来，全新的小鲜肉，我换三十号半双，有在就过来整啊。我刚才应该有宰掉嘞，来啊，钓鱼啦！钓啊！哇哦哦，有辣喽！哦、各位你看，鱼肉片还是蛮完整的哈、哦，介绍，对吧？真，哎呦，拿公料呢 ，baby 哟，好的，嘛是照片啊。哦，真的，谁来？谁来？哦，蛮淘水啦！哦，吹开啊，哎呀，呜呜，你做只朋友好无？甲你讨只奶，敢无？无。头只只都不用尾片啦，就一只了，你看肉拢有加断的，变成安尼无？比多些鱼。哦，正呀，扣一个零的，有个断呀，这道是三十号。那什么没有天涯很多？哦哟，真正贵爱！靠腰味布丁变成白带口味啊！啊，各位中道啊，要一点，加中道等的啊，统一布丁啊，正常管道得到的，不是奇奇怪怪的方式配到的，好吧？嗯，这统一布丁袂歹食。屡试不爽，今仔我来食布丁中的钓鱼。哦哟，不死了了。对啊，来讲我廿半点钟就过去。我讲，咱若连线半点钟，咱两个大家坐落无，廿早半点钟等上午，还无两分钟啊。你讲的这是，无啦，佫着一个，真会食那么着，对无？我真肚子够啊。啊呢？可笑可笑，所以我听伊讲真了呀，毕竟我够力的。伊整的速度会比我买的速度较紧呢，唔是会比你买的速度较紧呢？跳一下，啊，没有咬，收两圈，继续。强暖，哦哦，有分量哦，有分量哦。鬼片啊，哦，海龙王，小多只呢。我上来。无五仔嘛，硬要夹手拗到变五仔。
哇，这台无线号又搁伫大路顶咧找啊！泡面准变泡面车。哎，又遇到你了。红嘞，红那个。有一只，一只可是。你看看。感觉像红，四只半。你的手较肥啦，你知道不？大家嘛，过来来跟各位分享一下我今天玩的新玩具，其实就是一个塑胶片啊，到你的天下顶馆。前面有说到，伊就是保护你的上马，包装的是秋刀鱼保护片，啊，搁写一个咬不到。咬得到啦！你白白一块瘦肉，无这块尾片的话，一块裸肉，有可能一嘴夹落，当作两块，你知无？迄块基本上都无啥好啊。当然，你若拄着大夹的时阵，嘛是会夹啦。但是嘛，毋是逐工咧过年，逐撮嘴拢拄着大夹嘛，夹你鸟嘴的时阵，蹭诶蹭诶。你若是有这块尾片的话，会当加动几嘴啊，它可以把白白一块肉诶效益发挥到最大。我家己用的感觉是安尼啦。啊，这物件你昨日想袂到，伊是伫 Xmas 咧卖 ，Xmas 是啥？是咧卖衫诶，头家副歌。抓得到伊啊，秘密一大堆有诶无诶种物件，我会甲官网放伫个说明栏内底。你若对天涯一些外挂的东西，比如说这尾片还是这个辅助钩有兴趣的话，我说明栏会放在连接的。富哥伊家己开个频道，影片内底拢有很详细的介绍这些物件，你若有兴趣的，当可以看一下。报告完毕。那今天就到这边，谢谢各位收看，喜欢也别忘了订阅，就这样。